Okay, and then coming up next. Okay, coming up next, we will have Zheng Tingwei, Chen Kaman, Zheng Kahong, Lai Fu Wei, Wong Chen Wei, Ao Hoi Kin to present on topic Green Innovations, Inspire Students, and Power Innovations. Let's welcome the presenter of the groups. Thank you. 各位老師, 聽唔聽到? 後面聽唔聽到? Okay. 各位老師大家好, 都多謝 Dr. Taylor 剛才分享 Windows 嗰個 繪本。 剛剛我 inspiration 我就諗到我嘅假期功課其實可以叫一班嘅學生諗如果佢喺一座金鐘嘅高樓大廈個 Windows 去描述翻2022年香港嘅變化其實都係一個好事。 亦都可以做一個估算，亦都可以做一個社會建設，都可以俾佢做一個暑期作業。我先介紹自己先，我係白球宣張偉塔老師。我班我依班嘅同事都係involved喺呢個 project 入邊嘅。其實佢哋琴日都嚟過喺 Ocean Park 入邊呢個 conference 入邊。都介紹下啦。其實我哋學校喺天水圍一間學校嚟嘅。新界西北部嘅地區， 課室可以眺望深圳嘅邊境，即係話我哋基本望到曬深圳好多高樓大廈，但係我哋都係喺一個嘅香港嘅西北部嘅地區。今日咧，我最主要咧就係講講我哋介紹下我哋一個 Green Innovation 一個嘅 project， 我哋做緊綠創嘅科技。先講講先，我自己本身咧其實有個信念喺度嘅，我哋覺得咧其實每個學生咧都係一個 innovator， 即係一個創新者。 但係我哋點樣可以將呢個嘅信念引導或者係令到同學仔感染到呢個知識，甚至乎一個感受喺度，令到佢可以有一個推動到創新一個力量。呢個創新唔一定係 STEM 嘅，佢可能係一個嘅音樂啦、美術啦，甚至乎一個寫作，都係一個嘅創新嘅歷程。我哋希望喺個學習嘅經歷入面有一個創新嘅階段。或者在座其實有好多係可能係本地嘅老師，其實 STEM 嚟講對大家唔會話太陌生嘅。喺教育局過去嗰幾年都好強調，即係話呢個 STEM 嘅教育點樣去貫通成個跨學科嘅領域啦，甚至乎係多啲動手做啊參與，甚至乎係一個嘅培養翻一個知識技能嘅各方面嘅。但係好多時候我哋都會發現其實 STEM 嚟講，每間學校都有自己做嘅特色嘅，即係可能有啲在座老師可能係中意bio嘅，咁佢會做多啲bio嗰邊啦。有啲係中意喺個科學嘅研究嘅，甚至乎 IT 上面嘅，佢都會做唔同嘅各方面嘅領域。咁所以喺 STEM 嚟講，喺學校咧，甚至乎喺香港嘅地區嚟講，係百花齊放。 當然啦，喺個百花齊放之下，其實我哋會發現近呢幾年除咗喺 STEM 嘅位置，即係之前嗰幾年 STEM 嚟講得比較多，或者 STEM 啦，其實近呢幾年會比較多少少，就開始會改變翻一個 learning space。因為點解啊？政府就開始有錢啦，即係譬如話 Ultra 有100萬落咗去一個嘅創新科技實驗室啦，創新 IT 嘅實驗室啦，又或者喺個 QEF 入面，校本都有200萬入面，都會推動到喺學界入面去 revamp 一個 learning space。咁但係我哋會發現未來嘅趨勢咧，反而更加重要就係喺個學習嘅領域入面，點樣去推動翻一個 deep learning 深度學習一個嘅過程喺個學生。 學與教育入面，deep learning 唔係我講嘅，deep learning 係其中一個教育學家 Michael Fullan 去講咧，就係話我哋點樣將一個嘅學習經歷咧，連係喺佢自己學習，連係喺一個嘅全世界，甚至乎係佢有一啲嘅創新嘅意念係可以改變到佢嘅世界。呢個亦都係喺過去嘅日子咧，我哋學校亦都推動到 deep learning 入面。一陣間我哋會講講點樣將一個 green innovation 去。 連緊扣住一個 deep learning 嘅入面，我先簡單去講解啦。依張 slide 咧，其實係講緊喺四個範疇啦，包括咗係 pedagogy 啦，或者係 learning partners 啦 ，environment 或者 digital 入面，點樣推動綠思呢個元素？因為綠思咧，唔係陌生嘅嘢。
可能大家都會知道協助解難、啊、甚至乎、批判性思考、啊、創意、啊、但是有兩樣呢是比、平常可能、啊、有些、老師聽慣四 C 會多了的，包括了就是在個公民教育 citizenship 還有一個在一個 character education 裡面，即是在一個的、個人的成長的教育裡面，這兩方面呢也都是在個六 C 裡面包含在內。所以在個過程之中呢，我們會嘗試引入就是六 C 其實是建構學生一個未來的，我亦都想就係話喺個過程之中咧，同學係掌握一個知識技能態度去應對將來一個變化。咁啊、我先介紹一下我哋學校啦。我哋學校咧其實 STEM education 咧，我哋推咗、都好幾年嘅啦。咁喺個 STEM 嚟講，其實我哋亦都係嘗試將唔同嘅方式呈現喺個 STEM education， 包括咗我哋透過活的教育啦 ，active education 入邊啦，就係譬如話透過歷景學習啦。應該是這個班歷景學習啦，又或者在一個科技、啊、創意思維、啊、品德或者正向教育裡面去呈現在一個 STEM education 裡面，目標就是達至剛才所說的 Deep Learning 六 C 的框架。最尾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學校一個辦學理念，人人可教，皆可成才。我們很想每一個同學仔都是成為未來一個的社會重要的一份子，雖然他們未必說可以掌握到很重要很重要的知識，但是起碼他價值觀做人的態度是一個正確的階段。那麼、或許我又賣個少少告白啦，其實我自己本身咧喺兩年之前咧，其實參與咗一個嘅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嘅計劃 ，Inno Power 嘅計劃。喺個過程之中，其實我哋亦都會去咗唔同國家一啲嘅地區嘅學校咧，係去睇下究竟啊有咩地方可以做得好，帶翻嚟一個嘅喺本地入邊嘅學校嘅課程。咁啊，依個 program 咧嚟緊都會繼續會持續會推展嘅。咁啊，各位在座老師，如果有你有興趣，都可以去參與。咁啊，有咩好處咧？其實賽馬會會俾翻20萬俾我哋咧，係做一個起動嘅基金啦。咁同時間咧，老師係可以放10個禮拜假嘅。咁啊，依個係非常之重要，即係作為男老師咧，都好少機會有10個禮拜星期去假。咁啊，咁喺個過程之中咧，其實我哋都想係引入翻唔同嘅設計模式，包括咗設計思維啦，甚至乎一個社區嘅聯繫，去達至同學仔嘅創意啦。咁啊，最尾我哋會聯繫翻個服務學習入邊嘅。咁啊，我先介紹一下咧，其實我哋會發現咧，就算我哋點樣去推動一個 innovation， 又或者去 inspire 一個學生咧，其實有3個最重要的元素咧，我要俾到學生嘅。第一樣嘢就係 motivation， 即係我點樣去鼓動一班學生去做，或者鼓動一班學生去參與。第二個咧，其實我會覺得係重要，就係話我要俾一個選擇俾個學生，即係話我唔係話限死同學仔去做一樣嘢。反而就話我俾個空間，俾個選擇嘅權利，佢可以做。第三樣嘢就係時間，依、這個 space 係個時間性。會唔會喺個課堂可以擠啲時間出嚟俾個學生去做一個參與創新嘅活動咧？咁啊，依三樣嘢都係喺我哋會覺得喺做 STEM 嚟講係一個重要嘅階段。咁啊，先講講一個 greenovation 啦。咁我哋會配合翻學校個深度學習入一個 deep learning day 入邊嘅。咁啊，其實我哋目標咧好簡單嘅，即係如果我哋面向住社會有咩嘅持續性嘅問題咧，其實如果大家咧你有嘗試去 Google search 咧，其實喺聯合國咧都有個嘅 SDG， 咁啊，其中某啲嘅 SDG 咧，其實咧都係面對住一個嘅社區嘅問題啊、環保啊、保育嘅問題存在，包括咗喺個全球氣候嘅暖化，甚至乎喺一個嘅生態入邊都係去做，甚至乎海洋嘅生物咧都係一個嘅 SDG 一個嘅目標嚟嘅。咁啊，同學可能係好逼啦，依樣嘢啊，好多時候都會問我：，唉，阿 Sir， 你話俾我聽氣候變化改變。咁我點做啊？我自己本身咁啊，一係著少點衫，一係開少啲冷氣，嘥少啲電，又或者用少啲紙，會唔會話幫到手？其實都幫到手嘅，但係佢去再諗下點樣做創新咧，佢要諗啦。
究竟怎做呢？有一個困難在這裡，所以我們會嘗試用一個比較系統小的模式呢，是引導同學仔做一個創新。其中一個我會用了的 method 呢，就是一個 design thinking。 因為 design thinking 呢，其實我們講求著怎樣做一個 empathy， 去令到同學有一個同理心，這個同理心是引發到他一個的創新最重要的原動力。咁啊，跟住落嚟啦，就會開始啦，天馬行空嘅想像啦，去諗下一啲創新嘅意念啦，咁啊，嘗試去砌下嘢啦，咁啊，砌下嘢最花時間嘅砌嘢嘅 ，OK， 咁啊，諗嘢佢可以諗到好快，不過砌完之後發覺唔成功嘅話，佢會再 try 嘅話去做，最尾去做 testing， 咁啊，依個就係 design thinking 簡單嘅一個 process。咁啊，喺我哋學校 Greenovation 嚟講會點做咧？我會帶同學仔一個嘅歷景學習先嘅。咁啊，然後就做翻 design thinking 成個嘅 process 咯。咁啊，最尾就係做 prototyping 同埋 testing。最尾我哋會有一個 presentation 嘅。咁啊，一陣間會講解一下每個 stage 會點樣做法。咁啊，其實喺個過程之中係緊扣住我哋香港嘅最新一個嘅 IS 嘅 KLA 嘅。咁啊，因為啱啱今年嚟講，其實係改。啱啱轉咗個 KLA， 咁啊其實喺個 form one 嚟講都會聯繫住喺個水啊呢個 topic 啦，佢譬如話 living things 啊，又或者 energies 啊，甚至乎佢喺 healthy body 嘅，其實都會聯繫住喺個科學嘅課程入邊。咁所以其實佢學習咧唔係話我獨立去 isolate 去加一啲嘢落去，反而就話點樣可以將依啲嘅課堂嘅知識聯繫住喺個活動入邊。咁啊，先介紹下啦，佢哋會去歷景學習啦。我哋今年嚟講會揀咗幾個地點啦。咁啊，嚟緊我哋都可能有機會揀下海洋公園，都係一個好好嘅教育嘅地方嚟嘅。咁啊，我哋會帶佢譬如話去赤柱嘅污水處理廠啦。咁啊，喺溶洞入邊嘅，咁啊，去俾佢感受下，點樣去做一個嘅水的淨化或者是過濾。另外就會帶他去米布去看一個自然保育的方法，甚至乎是一個的科學園。科學園在綠色建築裡面也是很卓越的，我們會讓他感受一下這些社區現在 existing 做的事。咁啊，翻嚟之後會點做咧？翻嚟之後咧，通常咧，同學咧就會開始咧就會，我唔可以話懶惰啦，即係話可能有啲攰啦。有啲攰咧嘅時間咧，就最好咧就派張工作紙俾佢咧，就大家去諗下嘢啦。咁諗下嘢咧，其實最主要有三樣嘢最主要去做嘅，發現到咩問題 ？OK， 你感受到咩問題？咁啊，依個問題究竟係點樣嚟？甚至乎有咩嘅新嘅意念衝擊可以去做咧？咁啊，我哋會俾一張紙，一張好簡單 concept poster 去俾佢。咁啊，嘗試小組形式去嘗試要畫下啲 mind map 啊，引下一啲新嘅概念圖啊。咁啊，佢畫完之後，佢開始去釐清翻啦，我哋有咩方向會做一個創新啦。咁啊，諗到創新之後，我哋會嘗試。用很簡單 iPad 入邊 Pages 就嘗試去畫下一啲嘅，一啲創新意念，譬如話會唔會話對於一個嘅環保一個意識嘅，譬如話太陽能，佢可以做一個嘅校園化，咁啊係運用太陽能啦，係做一個可再生能源啦，甚至乎有啲同學咧係做數碼遊戲，因為佢話咧啲同學仔中意打機，咁啊所以咧不如我哋整個數碼遊戲啦，係去拯救呢個世界啦。哇！佢做緊一個拯救世界嘅遊戲啦。咁又或者有啲同學啦，就真係做一啲科研啊，即係探究翻喺個食水嘅淨理啊，甚至乎喺個過濾入邊啊。咁依堆咧，亦都係聯繫住佢喺個學科知識入邊點去應用，同埋係點樣去做一個創新。咁啊，依個第一個啦。咁第二個就係話，譬如話有啲同學去完米布之後嘅，咁佢可以。觀察一下呢個鳥類嘅探索啦，甚至乎佢話啦，啲雀仔咧冇嘢食喎，咁會唔會有一個自動嘅餵食機啊？咁啊俾佢，咁啊唔可以話佢唔得嘅，咁啊咪俾佢試下咯，咁啊 brainstorming 俾佢試咯，咁佢覺得 OK 嘅，咁啊 OK 咯，係咪冇問題嘅？最緊要佢做咗先。OK， 佢做完之後，佢遇到有困難嘅時間，佢會 refine 翻成個嘢。咁啊佢做完之後，我哋做完一個 poster 啦，咁啊當然係。即係喐手啦，咁啊喐手嘅時間咧，咁啊唔理你係邊個能力嘅學生，高能力又好，弱嘅同學都要動手做，即係一齊去參與。可能你會發現咧，有啲女同學係中意做依啲 STEM 嘅嘢嘅，
咁啊，油油啊，滑板啊，即係滑板啊，油油啊，咁嗰啲係好中意做嘅。咁啊，另外一方面咧，我哋會嘗試用多唔同嘅環保材料嘅，包括咗就係話一啲廢紙箱啊，俾佢去參與成個嘅 project。咁啊，佢係做一個 prototype。咁啊，大約嚟講咧，佢用六堂嘅時間啦去做啦。咁啊，六堂嘅時間包括咗頭先我哋整個 poster 啦，甚至乎係做埋個 prototype 嘅時間。咁啊，佢做完之後會點咧？我哋會有一個全級性嘅分享日。咁啊，依個分享日咧就係唔單止我哋E級嘅，即係我揾咗一級做 Greenovation 啦。咁其他級別都有唔同主題嘅。咁啊，三級嘅同學仔會喺曬禮堂入邊咧，係會做 sharing。咁啊，依個嘅過程咧，其實同學互相之間咧係有互相欣賞嘅地方。老師亦都喺個過程之中咧，亦都問一下啲同學仔做嘅過程有咩困難，有咩改善嘅地方，俾翻啲 comment 俾佢。咁啊，依個亦都係好好嘅機會，同學仔係互相做一個反思。咁啊，你會發現啦，其實同學本身咧由零嘅，咁啊開始做個零禮拜，咁啊睇完嘢，咁啊跟住去 display， 跟住去到最尾再 refine 翻個 project， 你會發現咧同學雖然個 prototype 可能好簡單，但係你會發現咧同學本身咧都好用心去做，甚至乎有啲同學咧係幾早拼埋一齊去做一個嘅未來嘅城市出嚟。咁啊，依樣嘢就係學合作嘅形式，點樣可以將一樣嘅 concept 一個主題 Greenovation 係滲透喺全級嘅同學仔，令到佢哋大家都有一個創新嘅經歷咧。我成日都會話學習係一個經歷嚟嘅。咁啊，佢有一個經歷嘅時間，佢好多時候同學第一個走埋去問佢問題咧，就會喂。怯啦，即係唔知點答啦。但係多啲人問佢嘅時間，佢會發現啦，啊，其實都可以 as usual 啫，即係話你問我問題，我咪答下你咯，我咪同你溝通下咯。有啲意見，大家去諗下點樣做一個做得更加好。咁啊，依個係創新嘅模式。咁啊，亦都喺依個過程之中咧，好多可能在座有啲老師會發現啦，譬如話我哋學校好多時候都會參加唔同嘅比賽嘅，即係同學仔本身都會有唔同嘅比賽經歷。咁其實最主要咧就係喺依啲過程啦。如果佢有心繼續做落去，我哋會俾多啲資源俾佢做啲比賽嘅項目出嚟，亦都會有嘅進一步嘅學習。咁啊，assessment 我哋會跟翻住喺個六 C 嘅過程。咁啊，因為本身老師可能好多時候都會擔心就係 assessment 點樣做。咁啊，我哋會用六 C 嘅框架去做。咁啊，同學有個自評表，老師有個評語表。咁啊，依方面亦都係喺個過程之中同學互相係學習嘅。咁啊，或者我有介紹少少啦，喺個 Greenovation 入邊啦，我哋學生少少嘅 project 啦。咁啊，其中一組嘅同學仔係中一嘅同學啦，咁佢又做咗一個可見光嘅研究，因為係中一就會學一啲生物嘅。咁啊，佢嘗試諗下可見光會對於植物嘅生長唔同嘅 wavelength 會唔會話有顏色上邊啦，有個改變。咁啊，佢哋同學仔雖然咧。係做咗好多次，我可以咁講，依、這個 project 係比我哋 expect 咧係做得更加耐嘅，講緊係做緊五個幾月嘅時間。咁啊，因為佢有陣時候種嘢種出嚟又會死啊，冬天又會死啊，咁啊冇人理又會死啊，長假期又會死啊，考試又會死啊，咁啊，所以你會發現咧做咗好耐，咁啊 try and error 咗好耐嘅時間，得出嚟嘅結果原來白光最好嘅。咁啊當然啦，佢哋係有個探究精神，因為死極。都仲可以繼續做嘅，咁啊好事咯，咁啊繼續努力啦。咁啊，第二組嘅同學咧就係啱啱琴日咧，其實佢都可能喺出邊好曬嘅 booth 咧有 present 過。咁啊，其實佢係啱啱參加咗 Ocean Park 一個 student project 嘅比賽。咁啊，其實佢想係運用因為佢最近咧睇到咧，譬如話有啲人中意掘顯。掘顯咧就掘曬出嚟咧，但係有啲專家就話原來顯咧係可以淨化啲水，咁啊佢又想咧係嘗試睇下一啲甲殼類嘅生物咧，有冇一啲甲殼素咁啊，可以令到個污水或者係一啲重金屬咧可以減低，咁啊佢又做咗呢個 project， 咁啊啱啱咁好彩啦，咁啊係贏咗亞軍嘅喺琴日個比賽入邊，咁啊都係一啲嘅同學仔喺個環保意識啦，甚至乎喺個 Greenovation 入邊咧，我哋點樣引導嘅同學仔去做一個創新，咁啊，依三位同學都係中四級係讀 CAM 嘅同學嘅，咁啊，最近啦，咁啊，啱啱琴日啊，梁教授啦都講咗介紹過一啲嘅
STEM 嘅項目啦。其實 我只會覺得其實喺香港嚟講咧，唔同嘅學校都係百花齊放嘅。咁啊，我哋點樣可以建構一個 STEM 嘅平台係重要。咁啊，亦都介紹翻我哋學校啦。咁啊，我哋學校啱啱喺上年啦攞咗十佳科技教育創新學校。咁啊，亦都係一個鼓舞嚟嘅。咁啊，令到我哋做得更加好，希望在個 STEM 嚟講係做得更加有效啦。咁啊，再次多謝翻係海洋公園俾個機會俾我哋，唔該曬 ，thank you。Hey，hello。Okay,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presentations. And here is our Q&A sessions, and we got one question about it.咁即係想問一下，即係老師都非常之好啦，即係有一個 greenovation， 一個好完整嘅一個主題啦，喺呢個 STEM 教育學校嘅 STEM 教育上面啦。咁就想問一問你，可唔可以再分享一下咧？啊，你係點樣樣將成個STEM 嘅呢一個 education 或者 greenovation project 啦，去融入咗學校嘅課程？頭先一開始嘅時候就見到啦，學校嘅課程即係你就有講到就話聯繫住咧喺你哋嘅嗰個初中啊嘅課程上面嘅，咁就想你再分享得深入少少啦。其實喺佢哋做嘅呢六個禮拜嘅 prototype 啊 presentation 裏面係點樣融合喺即係成個嘅佢哋即係咁緊密嘅一個學期嘅課程裏面咁樣嘅。先多謝依個嘅問題先。其實依個嘅過程咧，其實好靠我哋成個團隊老師嘅團隊去做，尤其是喺 STEM 嘅老師，甚至乎我可以再 specific 少少科學嘅老師，因為佢係一個嘅教導嘅模式。咁啊會將一啲嘅資訊啦，譬如話喺環保嘅概念啦，一啲嘅綠色嘅建築啦，甚至乎係生態入邊咧，係去將依個知識咧係去教授俾佢先。咁啊，所以咧喺譬如話我哋做歷景學習日之前咧，我帶佢出嚟嘅時候，其實教咗一啲知識俾佢。反而調翻轉就係話啦，咁個過程點樣引導個學生咧？其實好靠兩組嘅同事嘅。咁啊，第一組咧就係班主任。咁啊，因為班主任咧，我哋都會揾埋佢落水嘅。咁啊，佢哋都會去領導個同學仔去諗思考依個 process 嘅。咁啊，另外一方面咧，如果你話譬如話依啲 proposal 咧，我哋會分翻譬如話喺 IT 科嘅老師去做，因為 IT 科你知啦，電腦科佢會入去電腦室噶嘛。咁所以我哋會嘗試叫電腦科嘅老師啊，而家咧我哋要做一個 poster 啦。你之前咧講幾句得噶啦，同學仔自動播 ，OK， 講幾句 OK 噶啦，話俾佢聽我哋目標要咁做，今堂要交到，唔識就出嚟問。咁啊，依樣嘢我哋會做。不過我哋之前咧會拍咗片教咗佢點樣去做呢個 poster 嘅。OK， 我哋用個 flip classroom 去做。最尾啱啱頭先所講啦 ，prototype 嚟講咧，其實係由數學科老師去做。因為點解呢？如果你會發現喺香港嚟講咧 ，STEM 數學、科學、電腦咧，數學科老師係比較多堂少少嘅，一個禮拜有五至六堂，咁所以數學科老師會守翻住尾關，係啦，就係咁樣。好多謝曬張老師嘅分享 ，Thank you so much for Mr. Zhang's presentation。